你可以，等下可以大吃特吃。哎，看这个，死胖子，走过看路吗？对啊对啊，满身肥油，真的是有个恶心的。抱歉抱歉，没有注意到你。今天撞到我，算你倒霉啦，撞到我就死定了。小心我叫我哥来。大哥，刚有个死胖子撞到我。谁啊？撞到？就平常在班上很毕业的字画，然后他刚刚从福利社走出来，没有看到我。对啊对啊，你们找时间好好捉弄一下他啊。看来以后真是好玩的。对啊，终于可以来点刺激的。哎呦，都没住着，跑叫上来的。对啊，猪哎，猪怎么来的？你不要太过分，他只是不小心撞到你，你不要这样。没什么事的。那如果我们要吃的话，嘿嘿，志华，你有看昨天28台演的那出吗？超级好笑的。有啊有啊，那个超好笑的。嘿，泰鲁，我们不要跟他有交集啊，等下被爷爷他们找麻烦。要走。垃圾桶，垃圾直接刹车就好了。好好，他那么爱吃，那么一饭都不吃他。哎，还好，哎，我可以把他做一个垃圾桶，就这样放在那边。来来，我这里垃圾最多，拿去塞他们抽屉。啊！他长得像猪头，我就拿粉笔画好了。粉笔，来，我要，我要，白色鞋子进去啊！好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？哎，真的，你们小声一点，我拿去看看是哪一间。好啊。这。
直接地上捡起来，快把垃圾丢进去啊！哎，吃下吃下吃。一路上好多垃圾，那全垃圾桶。我记得地上就有个大垃圾桶哎。哦。啊！这谁乱丢垃圾啊？去厕所的时候被人家乱丢垃圾，我不想没有证据又乱说，但是我真有听到他们的声音。 M 君怎么了？之后又被欺负了，他们那时候不是答应你说不会再欺负之后？对啊，那我觉得不是每个人是找教官，你只要让他们知道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教官吧。这是谁啊？没朋友，好可怜哦。怎样？当初不会撞啊，现在都不讲话了，胖虎。对啊对啊，我们是你撞得起的吗，胖虎？真的很抱歉，我那天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对我。你还敢顶嘴哦？最好不要什么小动作啊，不然后果自负了。哎，五十分，老师快来了，快回座位。那今天我们针对这个霸凌的事件啊，就到这边来主持。然后针对你们这个事件啊，李同学他可能平常一些生活习惯，然后大家对他有一些意见。那他今天在合作社是不小心撞到各位，我们都会用这样霸凌的手段来对付他，其实非常不应该。那虽然霸凌的同学有错，但是教官这边还是要提醒说，大家都是同班同学。那另外这三位同学，你们看到了，你没有帮助，你也没有协助去反应，然后就在旁边看。其实像这样啊，你们跟霸凌的同学有相同的，对他有相同的伤害。所以说，教官认为针对的事情，大家要利用啊这个机会好好的检讨，以后千万不要再犯。那你们是否应该给四位同学一个道歉？拜真对不起哦，对不起。霸凌，霸凌不可欺，大家一起反霸凌。校园人人反霸凌，快乐求学永安宁。耶！善待他人。尊重彼此，赞。哎，真的不像啊，对，他没有傻，不怕被子吗？傻眼中，傻眼中。拍片片就被推进泳池里面，有他们在。我的这把酒，老朋友不计较多少酒，接触多少成就也要喝完才走。开些低级玩笑，因为臭味相同。当我们活在一起，感觉才叫放松。垃圾瓜熊妈几句在一起找刺激，见到石头不爱注意输的搞事情。妹妹酒喝酒舞蹈顶给底下雄厚，差一道比游泳最输的干掉那 Patron。撑着蛙的冲浪板，我晒伤皮肤。骑着越野翻山越岭，穿越水路。躺在 W 海滩奢侈，别太嫉妒。跟他们混在一起，我何必舒服？这样自由自在，每天都能睡饱。他们看不出来 ，We work hard and play。我站在高处看着海边，那个景象如此辽阔。多么希望下个礼拜没有。